知道吧？这是大刚哦，亮哥叔的簿啊。我发现顶管每一个人拢写全名，阿刷干了一个人写姓名。车管，其实你早就猜到了吧？他叫王大门，就是陶给女的父亲。我相信老师嘛不忍心看到伊阿爸过来这么辛苦，我来安排一个，欢迎见面。拜个拜五，暗时八点，台视美丽人生。想想对对